老教授，各位大家好，各位大家安坐，大家好。咱台湾若无遮个先贤志士个吼，来拍拼，咱就无即个党外，无即个美丽岛遮个成败个迄落，啊嘛无李登辉总统、陈总统个即个民主改革个甲民主个深化，佫较无即个蔡总统个今仔日个迄个，完全执政，咱知影蔡教授就2008年来，伫着即个，即、這个国民党政府即个不公不义，伊就来即个立法院边，伫遐，公投，来，即、這个委员即集会游行化甲公投甲，立委迄、改选制的改革来拍拼因为伊伫遐咧绝食，所以我有机会甲伊熟识嘛足钦佩伊的迄个意志2013年8月13日蔡教授为着马政府要追加即、這个核税预算咱明明知影讲核能有遮尔济个迄个危险日本的津波拄啊过无外久所以蔡教授伊会当用伊的身体用伊的意志来抵抗马英九的马政府的这个核学的医生因为安尼伊的这个台湾伊老人家有一寡甲警察先生的冲突伊嘛因为安尼今日去用判刑这个的。既然这个咱真清楚，这就是伊恢复的抗争马政府对伊的迄、那个政治破坏所以咱这个咱大家应该爱来声援伊林权政府伊既然会当对太阳花撤告伊嘛更应该为着伊的专营正义嘛爱对这个蔡教授甲阿扁总统的这个政治破坏爱来撤告，爱来平反。咱看到这个蔡教授伊宁可庇护这个不公不义的政府来撤告，来关嘛无会愿意来赔钱啊这个来展现讲这个不公不义真正需要咱来大家来过来改革咱台湾的民主才有法度实现着。所以今天北社台湾社包括客社李社长李川金副社长，大家拢来声援阮遮大家拢对蔡教授的尊敬嘛，希望讲蔡政府会当来平反，来甲撤销伊这个马政府的不公不义。多谢。多谢张社长过来请台湾独立建国人民美国本部。科生伊是中央委员多谢各位社团领导人今仔安排这记者，甲感谢各位前辈甲媒体记者来参加这记者会。我代表美国大陆人民总部向大家感谢当时蔡英文教授是我大陆人民洛杉矶支部的兵员，是我做负责人的时阵，我叫伊回来，因为伊回来台湾啊，真无用。伊过去是秘密兵员，伊是过北方出席的时阵宣誓，迄阵还未开放，所以是我洛杉矶支部的兵员，伊这个基地。今年已经满8年恁可能有当时无看，阮洛杉矶支部有一个大旗伫遮。当时我洛杉矶还阁有一个友团，号做台湾建国促进会，有那一支旗伫遮。所以阮伫海外含恁就共同款，阮是含恁做伙，拢咧拍拼。我真感谢，就是讲。蔡英文教授也当，
放两页迄个身段，伊来做这个啊恢复那个抗争。我今仔日同时代表蔡教授甲大家啊说多谢，今仔日袂当来，伊今仔日搁伫台中，也搁咧训练伊的迄个少年的在在迄个运动者，所以伊。真无闲，啊，今仔日袂当来，啊，我直接甲大家说多谢，哦，替说多谢。同时，我有两三个迄个 message， 就是咧甲大家表达到，蔡教授，伊是安怎即个地方关？伊讲做社运的即个运动者，你的领导人，若有问题，你袂使将你的责任。推予下骹的人，叫下骹的人去看运动者的领袖，你着甘愿担、甘愿受，爱去看。哦，这是伊要甲大家迄个传达的一个消息。哦，咱袂使讲啊，迄、那个上迄、那个啥物，迄、那个飞弹拍了唔对的，啊，顶悬拢无代志，悬二顶兵、三顶兵，这唔对。你领袖的人着爱甲伊出来担。哦，这是。蔡教授要甲大家讲，做这个民主运动恢复的抗争，吼、哦，也是各社团的领导者，大家拢爱有担当，吼、哦。啊，第二，伊昨确阁收到一张第二件判决单，就是几当前、两当前啊，当诶，台南迄、那个。就像哈，迄、那个张德章讲的，像迄个孙中山啊救落来，定限四十日，哈、哦，这个已经决定了哈，四十日，当时要执行前也未敢，也未甲通知啦哈、哦，可能都爱这个三十天以后了才去甲通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哈、哦，啊，第三就是讲，伊这个基地。就是今年已经满八年了吼，啊，阮伫这个基地，这个礼拜六点半有一个简单的迄、那个啊聚会，迄、那个大家做会吼，啊，我欢迎各位若有时间吼、啊，来和阮斗阵，啊，来过来向前推行咱的迄个台湾独立的这个运动，甲迄个民主运动。啊！我今仔日多谢各位，哈、啊。多谢国生吼，啊，咱就来请台湾国乐团是邱清的歌声吼。各位记者先生，甲各位先生，大家个好早。我号做高金龙，拄啊。老教授是介绍我是台湾国际宣誓促进会，因为我要讲的代志有几项吼，啊，参我经历有关的，所以我来先介绍我家己。我嘛是火烧岛关十二年半，政治犯判死刑，啊无死的，啊嘛是哦，参在座真侪少年朋友同款，我也是媒体人，一世人做记者。啊，即卖还阁是某一个电台的董事长吼、哦。啊，我介绍我即、這个，我就是讲我三项、四项的身份，共一款的代志，就是反对国民党，就是要做台湾独立建国哦。我嘛是台独联盟的，伫东京的时阵，我就参加台独联盟啦，嘛是秘密联盟，因为我迄阵是民众日报派伫东京。是东京的特派员，所以我来做秘密人员。我讲这個，我要讲一个代志。我相信他拄啊，真侪先进朋友拢讲蔡廷贵，伊是政治犯，伊是政为政治的代志咧奋斗咧做，啊，伊做的拢是坚持哦，这非暴力的做法。啊，但是非暴力的做法，啊，要做政治犯，哪会今仔日哪会向判罪？我要甲大家报告的一点，我的主要是一点，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国民党，拢是咧制造政治犯。咱讲极权，讲
这个共产党讲中国讲倒去，这极端就是最明显的标的，就是制造政治犯。啊讲，大家讲可能啊，有人到即马，有人还阁无认捌足清楚，甚至尤其是伫这个政这个、政论节目内底，还阁有人咧推崇蒋经国，讲蒋经国偌好拄偌好，我讲蒋经国制造政治犯的事实。我大家听，当然蒋介石迄阵可能无啥物咧，家己咧做代志，拢是蒋经国。啊，其中一个参蒋有特别的关系，就是林献堂的案件。蒋经国咧对顾正秋，就是一个中国北京面京系的命令，咧对顾正秋的时阵，啊，就制造掠林献堂、林献群，掠林献群起来坐牢判七年。啊，若是讲一掠林献群，亲像伊要掠我高金龙吼，简单小，阮有人咧讲，有人去看《叛贱喋血记》，啊咧讲迄个《叛贱喋血记》的剧情，安尼是讲有人听到讲，迄个咧讲的人讲啊，因遐拢无内行，因遐拢毋是监庭内底的人，所以咧要叛贱要接客。恰巧未成，那咱就会成，因为这句话，所以规个讲的听的拢掠，啊，这个就是我嘛当时去制作的。啊，林献群就是讲伊参，咧对郭正秋有参蒋经国有啥物唔对的所在，但是林献群因阿叔、林献群因孙啊，三个拢掠，哦，三个拢掠，啊，唔是干那只啦。迄、那个哦，即包启宏在做即个哦，即军法局长的时阵，因为掠看到一个即个哦，即中国过来的生意人，因某真水，为了要爱因某，就甲掠起来，当作讲伊是伫中国有参加过啥物读书会、啥物物件，掠起来要判刑，结果。主要是要爱伊迄个因某，啊爱因某，因祖囝甲因某来甲因老爸探家，看到因祖囝阁水，阁念因祖囝，叫因祖囝倒来阁掺伊睏，安尼伊才会放因老爸。结果因某也咪睏，因祖囝还咪睏，结果因住因老爸甲枪杀。啊，这个代志唔是我制造的啦，这个代志尾下时阵。这个受害者去找这个吴秀玲，啊，吴秀玲则带因去找，吼、哦，带因去找这个蒋介石，然后这个又枪杀，吼、哦，又枪杀，这是有证据。啊，除了这个以外，还佫制造政治犯的代志足济。我在我相信吼，真济国民党无一定。伊也唔敢，啊！但是民进党，民进党即摆是讲台湾人的政府呢。你起来，你一个真大的指标，你就讲要消除政治犯，要让大家有机会讲话，有机会发表，你要用沟通的。啊！你对蔡丁贵、蔡高秀这种做法，敢毋是咧制造政治犯？刷落去，也搁。足济代志，你拢用非政治的手段、非政治犯的名目，啊来创造来驾驶这台湾人，安尼你民进党政府，你是要继续蒋介石的极权政治，还是你想是要做台湾人的这个这政府？这个是。心态，这个是一个表态，这个是一个立场。你若无台湾人的本色，可能因即马真正济做法，拢是根本失去台湾人的本意。啊，你若是无要遵照台湾人的意志，啊，你的或者政权的寿命，你的即个或者统治的正义。一定会让台湾人把你扫落台湾海峡，多谢各位。